做慈善如何引导大家有一颗将心比心的心？在温哥华，慈心办了一场音乐会，要帮盲人协会来募款，结果音乐会当中呢就不开灯，让大家学习用心来聆听。Every 5 seconds, someone in the world starts to lose their sight. 在温哥华这个美丽的城市里，也有慈济人的身影。这次的音乐会是为了 CNIB 盲人协会而办的慈济活动。看不见，学习用心聆听。音乐会的主旨要大家进入漆黑的世界，享受一场听觉飨宴。不论是竹笛还是小提琴，样样难不倒他们。连流行歌也搭上慈善活动，歌曲和影片的穿插让音乐会增添了教育意义。让爱传出去，响应今天的活动，要把募来的善款全数捐给加拿大盲人协会，用爱帮助他们找寻新的希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梁玉燕、黄天华，温哥华报道。